来，考卷还有哪一题有问题？老师可以给一下答案吗？答案我早就给你们了。老师有没有？等一下，我那边请人家答案在后面。好，除了答案以外，答案你们要自己看，因为我上礼拜就给答案了。来，哪一题？计算题第二题。计算第二题。计算第二题，好。计算二的我。
句话说呢，我需要四分之一，那需要什么就要扣掉什么卡。所以呢，所以我加了这个之后，我可以变平方，变成什么呢？这一个加这一个，也就是应该是加二分之一。然后后半段呢，后半段就减三再减四。我跟你讲，你其实什么都不用算，你就减三再减四分之一，所以减三就四分之一，不需要变角的数。就四分之十三，不要写错了。啊？来过了，你全部看完了吗？一星期我们没有。今天早上。
你会发现你就只要填，你就有东西了。你看，因为跟刚刚有的，跟刚刚有差别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有，应该是再乘以这个，就是照抄而已。但是抄不要抄错，还有一个什么？抄不要抄错就好。接下来注意看喽，检查一下这两个乘起来是零，然后呢，这一个乘以它，对，然后换它，它乘以它等于零，它乘以它等于它，回去。所以答案就是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哦？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个跟这一个他们共用的是什么？对，所以其实这一题你要解的时候哦，最好应该先写它。先写它，然后一个要乘以 x 加三，一个要乘以 z， 懂不行？这一个跟这一个有一个，这个叫做公因式。你应该要先写它，然后它要乘以它，那它也要乘以它，那另外一个就写这样。这样知道两个叫什么？以后要醒过来哦，你们很想睡觉的，自己想办法让自己清醒。所以呢，这一整串就可以写成上面跟下面乘起来，那你就照抄而已。也就是加零不用想，最后这一个就是 x 加二，然后再扩掉这一个，扩掉这一个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这个会被扩掉，对不对？那因为这个是两个数字，所以这两个数字要分开被扣。这两个数字要分开被扣，那分开被扣的话，就相当于是这个数字要被消掉，对不对？了解这点什么？相当于是这个要被消掉，那这个要被消掉的话 ，x 如果要被消掉，要透过谁来消掉？减法是代表拿掉的意思，就是我要把这个拿掉，是相当于要把这个抵消掉。那我要把 x 抵消掉，需要谁来抵消呢？不为的是，我要抵消掉这个，需要谁来抵消掉？加三，这个需要负的，这个需要加，因为这个。念做减三，减三需要加三，正也开始需要负的意思，了解意思吗？因为我要把它拿掉，我要把它拿掉，就是要拿东西进来把它抵消掉，因为没办法直接拿掉，所以我就拿东西进来抵消掉，所以我需要用负的意思跟加三来抵消，所以这个要拿掉，这个要被拿掉，我就用 x 的负的，我用减三的相反，对。所以我用 x 的相反，我用减三的相反来把你这样，来把你抵消掉。好，所以答案就会等于什么 ？x 对不对？后面是什么？你会看到 x 破掉 x 是什么？不见，剩下什么？所以这里答案是不对的。严格上来讲，这一题出的有问题。加分，没有加分的问题。严格上，你为什么会跟你说这一题感觉上题目出的有问题？就是感觉上他有做因式跟减法，感觉上他没做因式，他本来是一次的，也不能说他没有因式跟减法，这个是二次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二次，然后最后变一次，可是这个。又有点怪的，你们有人因为这个写不出答案的吗？我啊，我如果在你对我就觉得，可是你就把答案写下来而已，为什么不写答案？因为我知道很小，所以写无解。因为这一题写下来只能够写这个答案。啊，我写那个答案呢？我思考很久，所以写无解。思考很久，你还是要写一个答案，那不然你答案写什么？无解。他没有无解，因为他通过因式分解，所以他透过因式分解的过程在化解。还有哪一题有问题？那个第七、一二三。等一下，他还有问题，对不对？还有七，就是。那七是一样的，你可不可以自己算？七是一样的，你有看到吗？那个宇飞，你问我的第七小题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宇飞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刚刚这个有懂？有。那第七小题比这个简单。还有哪一题有问题？那个。等一下，举手回答。选择题的，选择题的四。你写 B。
成为。既然你要成为他的背士，一定要有那个信心。重点在我还是 X？ X， 嗯 ，X， 对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因为因式背式强调的不是数字，强调的是 x 的次方 ，x 的次方。那我可以，张总吗？张总需要讲。不要。不用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要知道重点在哪里。对。我考前才刚跟你们复习。那个选择第六，选择六，哪一个逻辑？啊？就是。为什么不是 C？ C 吗？下列何者错误呢？哦 ，C 是对的。真的。好，同学还有哪一题有问题？选择九。C 啊。这个我有跟你们讲过呢，因为你那时候没有在听课。啊？再一次。四十五度啊。欸，我有跟你们讲过课题这样的录影，你可以看录影。我真的有教过，我知道我们算出来是101。你说我有跟你们讲要讲协力卡，我有跟你们讲过。我一直在最大的问题，我为了要算前面，结果我只有发现只要直接协力。对，根本都不用算。对。因为全部就 100% 而已，你会加起来101是因为45的关系。对，所以你放点协力。虽然你算出来是一零一，这我上课的流程，而且花蛮多时间跟你们讲的。老师算出来也要四舍五入啊。不是，它会加成一零一，是因为它过程当中都在四舍五入，所以就有可能会加起来不是一百。可是它全部一定是100%，全部一定是100%。还有哪一题问你？应用问题三，第二题。应用问题三的哪里？第二。哪几个月完全没存钱？没存钱就是品的嘛。你上课不是有一次还有跟我讲？有。没有存钱就是它都没有比较高嘛，也没有下降。这个是我。等一下。我们这样说，这个是三月，注意看，这是三月，注意听了哈。折线图事实上是先有长条形，然后对，累积到应该这样讲，它应该会先有一月，一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、五月。六月、七月，一直在分，这个是每个月分开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要做什么呢？如果是累积的话，会怎么样？这个是折线，它如果是把这是反正它是分开的，这个是很清楚讲清楚，一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、五月、六月、七月。那如果我们要累加钱，一月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我直接加在上面就好了。一月这么多，对不对？那一月再加上二月，是不是会加上？这样讲你会不懂，还是再一次？这是一月，对不对？一月有这么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会看到二月的时候，在二月的时候，他是先有一月。你上班你没有听，这里讲完就不要再问我。啊，我在看你在讲。你在看外面，你刚刚在看外面，你在看我这里。
一月，只有一月累积到一月还是只有这样？当我要上到二月的时候，应该现在我已经有一月的量了，对，我已经有一月的量了。然后呢，再把二月的补上去。所以这边写的二月的意思是一月加二月。接下来，我要累加到三月份的时候呢，累加到三月份的时候，我已经有这么多了。一月加二月已经有这么多了。我累加到三月的时候，再把三月的加上来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四月的时候是这样，四月的一定要先有前面那三个月，前面那三个月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结果哇，四月的时候根本没有增加，四月没有任何的增加，所以你会看到从三月到四月是平的。如果以折线图来讲的话，因为四月没有，如果我上面的图拿掉，四月没有，所以我就没得加。没得加，我就只能够前面我累加到这里，就到这里而已。我四月没办法再加上去，所以你看这个的图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从这里到这里它是平的，它平的原因是四月造成的。所以呢，你应该就知道答案是谁。谢谢。还有哪一点问你？没有啊？错的你要自己订正。订正在考卷上，考卷上如果位置不够的话，你就写那个后面那个啊。题目跟答案卷一起交，然后你可以写在题目卷上，也可以写在答案卷上，这样有懂吗？看你方便写在哪里就写在哪里。多收一交啊！哦，谢谢你。那你呢？明天？啊，不是今天。那你今天交没关系。没有，明天。那个名探，你后面走个五千，在那个你刚刚都没有在上课，刚刚都没有在上，就是，我们都会有精神不好的时候了，我也会有。但是就是，要想办法，要提醒自己，或者是说用什么方式让自己。我要来试一下你。要不然你这节课就读零点。好。你们的作业基本上都这样哈，你每个人的程度不太一样，这个我都很清楚。我要求你们订正是这样，就是你们要把你错的基本上每一题都要订正，可是你不可能每一题都会，尤其是如果你英语的话，或是你英文同学的话。但是你必须要尽其所能的想办法完成订正的动作。然后以这一章来讲，大部分你们应该都是会的，而且多数人都考得不错，你们班上都有人可以问。我们班第一名。恭喜！我不会跟你讲这个。是在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我不会跟你讲这个，因为我觉得，好。而是你教的太好了。不是，是你们老师的功劳。好，那个我先跟你们讲哈，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麻烦你们在做订正的时候，平常交作业都一样，你就是尽其所能的把你能够写的写一写，不会的要去问，尤其是你班上这次考试很多人都写的不错，你有人可以问，你就要去问。好，不要两脚椅，然后呢？你错的题目，你要把计算过程写出来，不能只有，比如说 A B C D， 你就写个 A B C D 的答案这样。填充题的答案是什么就写什么，这样不叫做订正，那个不叫做订正，你要有计算过程出来。计算过程出来，我没有要求你要写的多详细，但是你要讲清楚这样，用文字写，用画图来写，用什么方式都好，就是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写作业基本上都这样，就是你就努力的去写。然后，如果你发现你还是不会，那你就要去找人问。找人问了之后呢，你发现你还是没办法独立写出来，那你就把刚刚人家跟你讲的、你听得懂的那个抄下来，没关系。
抄的时候你是怎么写的？我看得出来，你是用懂的方式去抄下来的，还是用胡乱写的方式？其实都看得出来。还有另外一个是你们那个，你们的那个作业抄查是抄查习作，那你们的习作呢？我们是抄考卷的订正吗？你们的，哎，对耶，你们习作都没有分分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叫我们习作？不是啊，习作我没有改分数。所以呢，你们的作业抽查呢？就是课本。你们的作业抽查就是课本，因为习作我都有评分数，我只有改没有评分数。我改蛮多的，你可不可以先让我讲完？好，我改你们很多的东西的，只是有些没有改分数。课本。47页，就是你们这一张，这一张。为什么让你自己订正成绩哦？不是叫小老师订正。这个主要的目的是，你们好好的看一下你的成绩，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到底有没有努力。然后有些人他填错成绩这样，因为我有登记一次的成绩，发现你们 OK 有登记错。请你务必要看清楚标题。不是随便拿个成绩就填进，你们在作业单那边有人又乱填，这样乱填成绩。就最后一次的那个，最后一次的那一张，最后一次的那一张，你们成绩填的有问题。我就只有登记那一张的分数，我发现你们自己填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然后你们这次的这做作业抽查就是抽查课本，那课本我有改过4次的分数。你们会没有成绩，就是因为你没有订正完成，所以你没有成绩。所以你们的作业抽查就是抽查课本，那你缺的，请你赶快把它补好，赶快把它补好。然后这个就发还给你们，你们就会知道说你哪里没有订正，发下去。谢谢，谢谢。对，就是订正好之后给我改分数。所以你们那个课本统一明天交，课本统一明天交。课本总共有哪几页呢？我们有写在这一页的上面，这一张的上面有4页，这4页的前面有包含的2页或3页，你们自己看就会知道。我分数打在这4页，这4页的前面都有1页或2页或几页。明天交课本的订正，全班都交，因为这样比较不会漏死掉谁，这样比较简单。预演麻烦你要写回答，就是作业抽查是课本的这4页，不是这4页，是这4页之前的所有作业都要写，所以你可能要大概看一下哪几页全部把它写出来。你再好好的看一次你自己的成绩。全班就只有一个人，全部都是100分。那个人知道是谁吗？不是，因为只有一点。你可不可以等一下再走？等一下，我们一个人。全班就是只有一点，非常按部就班的。该写作业就写作业，该订正就订正，就是非常的落实。就算只有差一点点，他也会把它确实完成。也就是说，只有他有确实做到，我改考卷，我改作业，改作业之后我还会再发回来订正，订正的时候我才会改分数。通常第一次写作业我不会改分数，我会第二次才改分数，因为我还要再做订正，所以我会改两次。那改两次的时候，通常我不会再改到第三次，通常我会改到第二次，也就是第一次我是。帮你看你哪里错，我会帮你揪出来。揪出来之后，你要针对我帮你揪出来的地方，你要去做订正。有些人必有改了2、3次，还是没有全部写对。麻烦你们，你在开时间，我嘛是在开时间。你敢来看你家己的，我来看全部。我帮你把错误揪出来了，请你务必看一下。我会用小小的叉打叉，我不会用大大的，我会用小小的在旁边打叉叉，或者是圈起来。或者甚至会帮你说做小小的订正，
然后再跟你说，然后再继续往下做，就把它写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请你务必要仔细去看你在哪里有打小叉叉，好、哦。对，通常会打勾或者是没有打，但是叉错的我一定会打叉这样子。然后请你要去检查一下哪里没有打叉，然后你要把它订正好。订正好之后，我们就会再收回来，我会再改。在改，在改的时候，我就会针对你有打叉的地方去检查。那我会希望你，你有打叉的地方，你自己订正之后呢，去看一下解盘这样。我很喜欢你们先自己订正，这是非常好的习惯。可是可不可以请你再做第二个动作？就是因为已经是订正嘛，对不对？你订正之后去看一下解盘，解盘在你脑子那里，都放在你脑子那里。所以请你看一下你有没有写错这样，好不好？这样你给我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直接看有没有问题，大概是这样。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你等一下。目前为止我讲的话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的话，就是明天就是交课本。好，因为那个是有关于你们那个作业修改的问题。好，接下来那个我等一下才会改，我不会在课堂中改。好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小蓝本拿出来，我们要上课。把你们考卷，考卷呢，明天要交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考卷，一个是那个，对不对？那你考卷要这样子交，这两张要交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把它订起来，这样子。
简单的就最简单，一眼就可以得到答案。一加一 x， 一加 x 等于，这个一加 x 等于一加 x 等于一，很好，可以举得非常好。这个呢，举一个非常简单、非常简单、非常简单。x 加 x 等于二。等一下。x 加 x 等于二有没有符合这一句话？有没有符合这一句话？没有，要一次。这一个是这个吗？这个要写在哪里？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x 加 x 等于二，那就会变二 x 等于二，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所以 x 加 x 等于二。啊，一元是 x y d 哦。我只要，我跟你讲，我只要把它的一个 x 擦掉，换成什么 y， 很好，很有概念，多位之数。好，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做二元了吗？好像说有三元哦，未知数，未知数有两种。啊，现在还有四元吗？有啊。啊，不是有一个 y d 吗？A A B C D 26个，将近等于26元，对吧？都会有啦，都会有啦。只是我们通常不会列到那么，会把它笑到后来只剩这样。这个比较好算，还是这个比较好算？一元一次。来，那个，来，我先问你一下，你们写的嘛？那这个的答案告诉我们是多少？你呢？很简单嘛，一眼就看到啊。啊，这个嘞？一啊，好，很快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嘞？一加一，对，从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一加一，我们那个二加还有没有？对，还不错，负二加一，二加什么？零，我拿负一，再来三呢？负一，负一，四呢？零加二。五呢？噔噔，这样懂吗？写得完吗？好，因为我上面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直到天涯海角，对不对？对。咱来跟我讲，所以这个跟它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无限多种答案，这个答案无限多，那一个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你先把这两个写下来好不好？写完整了，写完整了。然后呢？这个写一句话，答案只有一个，一定要写哦。一元一次方程是最简单，答案只有一个。那这个，答案有无限多组。为什么讲组呢？因为它是两元，一次看两个。不错，如果你想睡觉的时候用这个鬼脸，你就不会睡着。坐下，坐下。就是做脸部表情的那个，我觉得你们先笑死。做脸部表情的那个运动。笑就好了，不要死。所以一元一次方程式答案最好算，答案只有一个。二元。二元一次方程式的话，答案有好多组，好多组，无限多组。来，再来，请你们举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，最简单。换句话说，等一下，一元嘛，一元指的是会写出几种未知数，一种而已，所以你只会写 x， 不会写 y， 对不对？或者你只写 y， 不写 x， 了解意思吗？我只是习惯用 x 来写，所以只有一种未知数，什么叫做二次？次方也就是 x 要几次方？二次。x 二次等于。他已经讲出来了，那我们就写一下。这个是超级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式，这一种东西呢，一看就有答案。x 的答案等于多少？正三根。因为两个答案都可以，你会发现很特别哦。这个是一种未知数而已，对不对？可是答案有两个。你可不可以来？请你模仿，边上放的。
写个方程式，答案没有。没有什么。没有这个点。举个例子，用一元二次方程式哦，最简单的方程式就好，可是它却没有答案。x 二是等于，如果是这个的话有答案，这个答案是什么？答案只有一个。看看。好，如果你的方程式是这样，我们就会说 x 怎样？无解。来，你把这三个写好。问我根号那个。不是你上次讲的是吧？对。因为二次方的关系，导致它的答案如果有的话，通常一次会两个，而且会刚好是相反数。因为平方的关系，所以答案会给两，可是如果平方之后变成负的，它就没有答案。我找不到一个数字平方之后会得到负的，所以它就无解。然后另外一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，就是你等于零，那唯一的机会就是零，因为只有零乘以零会等于零。所以一元二次方程式解有三种可能。两个答案，一个答案没有答案，但是这两个都一定有答案，一个答案保证有，一个答案保证有，这个只要没有任何限制，答案永远写过。你这三个好好做一下笔记，然后我们这次段考的重点在这里。对，虽然段考的重点在那里，我跟你说，解题的方式都是用这个。通通都是把它变到这里来证明，就是把二次的变一次，来证明，因为它最容易证明。什么叫做把二次变一次呢？举个例子 ，x 平方加六 x 加，来给我一个数字，让我可以印式分解。九，很好。然后我让它相乘等于零。所以左边这个可以写成什么？ x 加三的什么？等于零。x 的答案等于什么？二分之一。哎呀，那么复杂，这个不用擦，先下课。你要去找。